好，镜头再继续看到县议员庄志柴以及县议员参选人胡仁顺陪同新生代庄一杰、欧彦智来参选市民代表。那么31号的上午是前往花莲市公所来登记参选，也希望市民能够给年轻人机会来服务民众。庄一杰，动算！庄一杰，动算！一杰一杰一杰，动算动算动算！欧彦智，动算！欧彦智，动算！彦智彦智彦智，动算动算动算！在县庄志柴第一选区县议员参选人胡仁顺以及陪同大批的支持者的热情之下，陪同第三选区市民代表参选人欧彦智、第四选区市民代表参选人庄一杰前往市公所登记参选，同时也恳请花莲市民们的支持来为乡亲服务。一杰在此恳请所有的乡亲朋友们，用你们手上的一票将一杰送入市代会。坚持，加油加油！一杰绝对严格监督市政，为所有的乡亲们强力发声。我是花莲市一杰庄一杰，谢谢大家。我也将以我创业的精神，然后竭尽所能来为花莲的乡亲来服务。彦智这次要参选第三选区的市民代表，主字头市民代表，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机会。县议庄才表示，庄姐是他的女儿，年轻有为，有着热情服务的理念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希望从最基层的市民代表来做起，来监督市政，学习经验，为民喉舌，争取市政建设，以一步一脚印最踏实的理念来为市民来服务。希望市民们能够给第四选区市民代表参选人庄英杰和第三选区市民代表参选人欧彦智服务的机会，来监督市政，共同来打造快乐幸福的城市。记者庄一黄色报道。